129龙宫，我他妈的这个号有点难了啊。龙宫修炼21给2100最高价，重修的话再给他一个500块钱，强壮神速不加，技能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7个技能加350，七经八脉五单满，他是四单不再加钱啊。这个龙宫技能还很高，飞升过的华南区钓鱼岛武装加龙宫原始种族仙族再加200啊，这个经验231，作为129级号，231的经验实在太高了。兄弟们，231的号生日的经验137亿，共从0级直接升到175级，0级升到175级可以杀到生死1到9，可以获得150的制造指南书帖，140的制造指南书帖随机，150的点化机会啊。兄弟们，这怎么说？兄弟们，这个号的话，烟花区加经验的话，综合100余岛175级最便宜的号也得过个4500，所以说它比传统的129级号一定要贵啊。兄弟们，这个号余岛的烟花区给它加多少钱加经验钱？2000块钱，够不够高？因为每个区最便宜的175级不一样，你去华南区钓鱼岛、北京鱼区生日快乐、北京鱼区2008、北京鱼区紫禁城，它最便宜的175级一定比什么文殊院的啊，比佟家江的要贵啊。来，那这号的话，2100再加500，再加350，再加200啊，烟花区加经验钱，综合给他2000啊，那给他的价格呢是5150啊，5150。这个号未来是一个175级的龙宫加武装的仙族的双门派，而且还是烟花区的175，他直接秒升175啊，最垃圾的175。来吧，兄弟们，看多少钱买的？这号感觉这样的估价可能还会低，5%的误差能不能准？关键是这个号的是服务器贵，经验贵啊。跳了，兄弟们。减去6300，差距的价格1150，再除以个6300啊！老板，你这波很有可能不赚啊！你要是生死九的奖励，给个150的双剑，给你个宝珠，给你个法杖啊！好了，兄弟们，这个号可以直接秒升175，老板要不要直播升级？589。来，把升级的声音给你们点上，点修炼亏子，这号升到175局不再花钱了。干升级身上的经验根本就不消耗啊，兄弟。老板，你这个行啊，你这个师傅和老婆是同一个人，你把梦幻西游玩成了小说，你他妈成为了金庸旗下的杨过是吧？啊，过儿是你吗？过儿，我是志平，我去下洗手间，老板顶号杀生死1到9。